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在《大乘经论》里面读到许多佛菩萨的开示。使我们明了一个事实真相，那就是六道众生无始劫以来内受烦恼习气的熏习，外面与一切众生卸下深厚的恩怨的缘分，这一种强烈的分别、坚固的执着，是我们生生世世造作无量的罪业，冤冤相报，越来越严重。所以在六道的实际上的状况，真的是每况愈下了，也就是说一世不如一世。如果不是佛菩萨给我们说这些事情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。别说是无量劫了，前一世的事情有几个人能知道？所以世出世间圣人悲心恳切啊，念念希望拯救众生，而拯救之道就是在教导众生了解这些事实真相。使他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把无量劫的冤业能够化解。能够断恶修善，为众生服务，为众生造福，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，这个是世出世间大圣示现在世间唯一的一个目的。在过去，在中国历代的开国帝王都懂得这个道理，都认真肩负起化导众生的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帝王的使命啊。中国儒家讲的王道，帮助社会安定，帮助世界和平，帮助一切众生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。
我们最近翻译了一部书《圣域相解》，这部书在过去是很普及的，但是在现在已经很少人见过这部书。这部书的名称现在人也不容易理解，所以我把它换个名称。书的题目啊，我写的是古代帝王教化的故事。原本是线装书，一共是8册，现在我们改成精装2册。这里面的文字在过去是用最浅显的文字写出来的，但是这种文字现在人已经看不懂了。我们同修当中也有发善心的，请人呢把这些文字翻成白话文，然后我们再大量印行流通。这个书什么人发行出来的？清朝康熙皇帝。制定教化全国老百姓16条。也是他们统治这个国家的政策。每一条条文都用历史故事来叙述。来讲解，这里面有道理，有方法，教我们如何生活，如何工作，如何处事待人接物。这16条就是我们遵循的原则。所以建立一个政权统治人民，决定不能靠武力了，要有真诚的爱心，无私的布施供养，才能得人心。中国谚语所谓得人者昌，舍人者亡。这个我们看过去的历史有鲜明的教训的。凡是每一个朝代开国帝王，无不是以爱心对待一切人民，所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啊。凡是每一个朝代亡国的那个帝王，一定是不爱惜人民，只顾自己的权势地位，享受荣华富贵，置人民生死于不顾，所以他才灭亡。古时候用武力可以维持一个暂时的权势，
我们在历史上是能看到的，但是在今天要靠武力维持自己的权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了。为什么呢？今天资讯发达了，交通便捷了，你要是仗势欺人，想用武力压迫人、屈服人，这个讯息立刻传到全世界。啊，使全世界之人对你起反感，你还能有什么作为呢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今天世界的纷争，武力不能解决问题，政治也不能解决问题，啊，经济与科技呀，同样不能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还是中国古圣先贤的老办法，教学啊。所以学记上有两句话了，学记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，一直到今天不能改变了，它是真理呀，超越时空啊。他给我们讲的两句话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啊。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政权并不稳定，社会动乱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没有好好的教导他的人民啊。尤其在现代这个社会，比古代更要重视教学。你要没有正面东西教导他，他就胡思乱想啊。尤其是现在广播的事业啊，特别是网络，这是很好的科学工具，可是我们打开里面内容是什么呢？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，这个东西天天在教世界人民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佛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无始劫以来的累积的烦恼习气够深重了，无量劫来给一切众生结下的恩恩怨怨数不清了，今天再用这种色情暴力来挑拨，这还得了吗？人怎么可能没有邪思？怎么可能不作乱？要想这个人民不作乱，没有邪思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我们这样才知道古代这些领袖们、这些圣贤们，他们真正有智慧啊，真是智慧啊。他们的设施非常高明啊，我们在古礼上看到古代帝王对教学的老师那种礼遇，超乎我们一般人想象之外。这是表示什么？尊重文化，尊重教育。帝王对于一个教书先生不敢慢待，
古时候帝王只是一国之君呢，任何人接见他，他都是高高居上啊。行君臣之礼呀，唯有对待教学的老师，他就不敢坐在上位。将阶站在东面，老师站在西面，东面是主人呢，西面是客人，行宾主之礼，对待教书的老师。对待其余人，他是坐北面南呢，北是位置是最高。所以从这些仪式上来看，这些帝王对于文化、对于教育是多么尊重，多么爱护，多么的护持。全心全力在推动啊！现在这个世间，每一个国家领地区的领袖忽略了这个问题啊，所以对于社会的动乱、人民的邪知邪见，没有方法解决。实际上是方法是有的，他们没有看到，没有想到，没有接触到。这是很值得惋惜的一桩事情，但是这个事情太大了。我们今天指望这些政治领袖领导人已经相当困难了，所以我在世界各地走动，我劝勉恳求从事宗教教育的这些领导人，希望他们能够拿出真正的爱心、真实的慈悲来教化信徒、开导信徒，帮助这些人觉悟啊，帮助这些人回头。佛家教学总归拿起来不外乎三个目标。第一个，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。善恶的标准，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是善。如果追求自己的利益，就是恶。佛家的标准如是啊。佛教导我们舍己为人，一切为社会安全着想，为社会稳定着想，为一切众生的福利着想，这是修福啊。如果念念是为自己，这是造物啊！念念为自己是自私自利，增长贪嗔痴慢，增长我见。为什么佛说这是恶呢？有这种思想、这种行为，决定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
这叫我。轮回太苦了。佛家第二个目标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。帮助一切众生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六道轮回的真相，虚空法界的真相。真相明白了，你的思想才纯正啊，心正、言正、行正，这叫正法。正法要靠教学才能够达到，才能够完成。第三个目标是帮助一切众生转凡成圣。什么叫凡？凡是迷惑颠倒的众生。什么叫圣？圣是对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的众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转凡成圣虽然是最后一个目标，但是关键是在破迷开悟。迷就是凡啊，悟就是圣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有高度智慧，他有圣者的情操，大慈大悲，他知道解决一切众生的灾难不是政治，不是军事，不是经济，也不是科技，而是教育。所以他自己舍弃王位，他是王子，终身从事于义务多元社会教育的工作。这种真实究竟圆满的教学，得到当时许许多多国家的领导人赞同啊。这些国家领导人都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，接受他的教导，以真诚、以爱心、以十善业道治理国家。领导人民所以这个世界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幸福美满的境界，在中国历史，诸位如果细细去观察，哪一个朝代说兴旺？你仔细去研究它兴旺的原因，帝王大臣从上到下重视教学，
这个时候所以天下大治，如果疏忽教育，社会就动乱啊，导致改朝换代啊，政权丧失掉了啊。所以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这一句古训呢，无论在中国，无论在外国，无论在古代或者是在现代，乃至于在后世，都是一句至理名言，都是真理，永恒不变。希望我们对这句话深深的思维，细心去体验，我们明白了这一生当中全心全力的依教奉行，而且有义务有责任将它发扬光大，才能挽救今天的劫难，安定社会，和睦族群，以达到世界大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